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今天我们继续新的玩友投稿，这玩友叫青春翼啊，用的是母爱罗。母爱罗的二技能过去没打到人啊，被人铲了一脚，一技能也被破了啊，给人捅了一下，然后一个气旋把对方他困制住了啊，困制住了，对方没提成替身了，提成一个扦插之后，又是倒铲，压的又被打了一下，对吧？好疼！哎，为什么对方跑了？哎呀呀呀，对方太年轻了，这个时候跑啥嘛？继续 A 两下，对吧？这个歪罗也是技能在那里乱换啊，换空了好多次，招了个通灵啊，把对方控制住，然后一个二技能再拼 A 两下，接个一技能吧，抱起来，抱他，哎，抱住了，再来一个气旋啊，连让他落地的时间都不让，哎，对方又替身了，哎，对方替身，但是没有扦插啊，扦插的 CD 时间比较长，哎呀，被对方怼了，哎，对方开大招了，哎呀呀呀，对方还是真的是太年轻了。这么快看得到一个二技能，二技能过去，哎，对了，二一技能抱住了，抱住之后，你要不要接大？哎，其实不用接大招也可以啊，时间都到了，你说浪费个大招干啥呢？跑回去对吧？你可以离开啊，有多种方法可以选择，要么离开啊，要么就 A 他两下啊，对吧？他也没有替身啊，随便你揍他啊，啊，结果开了个大招，然后大招又没秒掉人，对吧？时间又到了，害得自己也没斗了。先接个二技能，哎，对方怎么不动？一技能，好的，对方不打了还是怎么地？居然就这样子让人撸了，居然没有替身啊！那个咒音组，哦，哎，对方替，终于动起来了，一个二技能，再接个一技能，对方不替身吗？替身招个元魔，好，又把对方控制住了，啊，被水龙卷推，好，再接个啊，这个二技能有点慢，赶紧过来，一技能吸，好的，在对方控制住之前。这时候你可以换大招了啊，不换也可以。这种情况其实创伤还是有机会的，对吧？对方就剩一个，而且没有斗。我们暂停一下，刚才加载有点慢啊，那我们直接把它跳过。那这一个二技能，哇，双方同时放二技能，还是甘肃鬼家的二技能比较快一点啊。两个人啊，被气旋旋住，这个气旋有点像那个洗车机的动作哈。哦呦，对方招出个蜘蛛来了。哎呀呀，被控制住不会动，然后哇塞，一个二技能，这一回合五爱罗要挂了。哎呀，你看走路那么慢，像个老头一样啊，不被揍才怪。好，双方都拿出了钢丝鬼将，来一起放二技能，一二三，走你！哎呀，对方什么鬼啊？为什么不放二技能啊？你看不按套路出牌的人肯定会要受伤的、啊。好，回手准备再来。哎呀，二技能，哎，捞到了哈，还捞到了，一躲开，冲过去爆摔，哇，把对方弄到水盾里面，对方提升一个猪盾，再一个二技能，可以开大招，对了啊，大招秒他，完美啊，